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的理事长杨月清，非常感谢今天在星期日的上午，我们活动的第二天，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们来给我们鼓励，来给我们这个支持。首先我跟大家深深的一鞠躬，非常谢谢，非常谢谢。或许有些朋友不了解，怎么会用这样子的名字？那有些独派的朋友也不太谅解，说这个是国民党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为什么你们要去搞这些国民党这个的东西？其实呢，因为2000年阿扁总统政党轮替的时候，他们一生气就把反共两个字，区政府注册的反共两个字拿掉了，而且后来又宣布要联共制台，所以当2009年、2008年，这个海协会的会长陈云林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当电视上演出来，他预告不能保马英九保证不让他在台湾看到一面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这样子的保证就是完全没有国格，所以我们很生气，一气之下，我们几个文人呢，就本来是玩玩的，就说那我们就来成立一个组织，本来其实就是发发声明稿啦，偶尔开个记者会就算了，后来搞呢，就变成真的好像就跳出来搞革命了。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误会。我本人来说呢，我是一个台湾来自外省的深蓝的一个家庭的女性。那么我因为有幸到香港去，40年前在香港，那么到了香港的时候，回望台湾的时候，就比较能够客观一点的看台湾的事情。所以我从香港，我在香港41年前加入了一个反共的组织万人协会，做了这个万人协会妇女部的副主任。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时候我非常年轻。然后从香港的20多年，我很多的时间精神花在香港，为大家一起做这个为香港的民主努力。我也参与过这个我们的香港民主先生李柱铭的1988年的这个八八直选，但是非常遗憾的啊，30年来一人一票选自己领导人的这个梦想，到今天几乎也是完全破灭了。30年来我看到的香港是每况愈下，那么这一次我把一些好朋友，这个现场也好几位我30年前的同事朋友，民主派的一些伙伴，今天我们还可以站在一起，大家的理念，就算或许统独之间有一些不一样的观念，但是我们求同存异，我们基本上的底线原则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追寻的就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自由民主要胜仗人权，尤其是新闻一定要自由。今天中国再怎么样的表面上的经济的起飞也好，崛起也好，那甚至他的这个领导人都想做皇帝也罢，但是今天所有在中国的人士，他们看到的外面国际上的任何的讯息消息是国家给你什么你才能拿到什么，这不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人不是畜生，你给我什么我才能得到什么，这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就是大家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要生活的自由自在。那么首先今天呢，非常难得意外的有一位过去10-20年来一直对我跟宝华很关心很支持我们，他在任何一个他的职位上的时候都很关心我们的长辈，我们非常可敬的联合国协进会的秘书长，他以前是那个基督教长老教会的总干事，我们的罗荣光牧师今天在场，有请罗牧师来跟我们讲话，这是我们特敬的前辈。
我们各位关心人权的我们的朋友，我们是同工哈。我特别感动，就是说人权这个议题是普世的价值啊，全人类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籍啊，都应该有基本的人权。因为圣牧师我知道，上帝创造人类，给人让他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创造人类。我们有灵魂，其他的动物都没有灵魂，我们有灵魂。这个灵魂是什么呢？我们生活有尊严、自主，而且我们通过信心、盼望和爱，我们结合在一起，为人类的进步啊，为更光明的前途，在这个全世界、世界大家庭、人类大家庭里面，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特别违反人权的这个事情，我们特别要说出来啊！西方有句话，我很感动，就是说，恶人那么嚣张，因为好人不出声啊。连我们被压制的人都不出声的话，那就忘，就直接忘记我们存在啊！像台湾在国际孤立哦，已经45年了，被排出中华民国，被排出联合国啊，那知道这个全世界最不公义的事情就是。台湾45年不在联合国里面，它国际很多国际组织里面，所以我们推动的运动也是一个人权，有个人的人权，也有国家的人权啊，它全人类的人权。所以我很感动，就是说我们这个协会啊，特别会推动人权，对中国和香港和普世人权所贡献这个。出钱出力出身这个力量，我非常的感动啊！愿我们常常互相鼓励大家互相来发声互相来行动把这个人权扩展到全世界今天早上看到《自由时报》报道这个中国在这个联合国人权组织里面提一个案，一个案也是关于维护人权的。我们内容不知道，不过希望中国政府可以进步。我这个牧师常常替中华人民共和国祈祷，让它变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让它变成一个成长成为一个注重人权、民主自由的一个国家。我常常为中国祈祷，为习近平这个习皇帝祈祷，让它变成真正的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地方，不是一个。专制政权不喊专制政权领导，我很感动啊！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大家更好的互动，彼此鼓励，彼此来学习。谢谢你呢。罗牧师带我们一起一分钟来为台湾、香港跟所有在跟中国共产党抗争的每一个民族为我们祈祷。我们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创造我们祖先住在这个美丽岛佛摩萨的上帝。我们住在这里好几百年，甚至原住民好几万年。我们在这个海岛上，我们恳求上帝给我们有一个人权，注重人权的国家和社会。特别我们恳求上帝，让在香港、在中国，特别中国共产专制政权，可以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好几个党轮替执政，我们一直这样祈祷，中国变成民主自由的国家，对世界公益和平才有贡献，我们也期待这个全世界各国都站立起来，来为公益和平。有公义才有和平，没有和平也没有安全，所以没有公义没有和平也就没有安全。我们生命的价值不是应该受安全的保护，基本的人权都是要维护。我们感谢你，恳求你在今天开这个会当中就是我们在专家或者经历这种人权奋斗的这个朋友他们的分享，互相鼓励，常常一起祈祷上帝，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你帮助我，天父上帝帮助我。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恩，罗牧师要保重哈，也是我们台湾的精神领袖。那么现场有一位林宝华的老朋友，非常难得。他其实早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那么已经退休了，而且已经移民到美加了。当他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公布的这一张海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跟我说：“我来。”所以这个对我跟宝华是非常大的鼓励。有请郑海林老师来给我们讲两句话，谢谢啊，非常感谢你啊，真的很难得。感谢宝华兄、宝华嫂，一直多年来的朋友啊，邀请我来这边。哎，对对对，其实，我是来学习的，我主要是做历史研究的。哎，但是从昨天的这个。他是研究钓鱼台的专家，以前常常被台湾政府请来港台两地出国看书。基本上每年都有来台湾开会，昨天听到很多高论啊，很受启发。我这里谈谈我主要是关于那个我在北美洲对这个中国、美国这整个世界局势的一些观察，不是我个人的一些意见。就我觉得昨天很受启发的一个，就是戴耀廷教授提到的这个一个文明冲突，还有一个价值冲突。但是我从北美观察整个世界大势的角度来看，未来呢这两个冲突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冲突还是货币体系的冲突。所以我提出一个货币体系的冲突才是以后这个半个世纪，美国跟中国较量的根本。因为我个人认为，这是关于这个文明的冲突，还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价值的冲突呢，主要还是战后美国，因为他推行这个美元本位，加上他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一套价值系统，普世价值，这是两个系统呢，在世界上占有了很强势的一种就是统治力量。但是未来中国的崛起以后呢，因为中国呢没有他自己的一套就是普世的价值，他也不结束这套普世价值，他怎么样跟美国竞争，他主要是从货币体系这个去打破美国的这个垄断啊，这个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较量主要就是就是货币体系，人民币的体系能否取代美元本位的体系，这个我想可能就是未来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较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是比较我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从整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世界秩序的建立啊，最早的世界秩序还是明代的中藩关系。第二个世界秩序呢是英联邦体系，第三个世界秩序是美元本位的普世价值的自由人权体系，第四个体系能否建立起来，就是我称为新中藩关系的以人民币取代美金、美元本位这样的一个体系能否建立，就所谓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这些概念能不能在普世的产生一种普世的一种影响。我觉得这个有待观察。我个人的这个我的立场很明显，因为我在西方也主要是学习国际法啊，所以呢我的一些看法主要是都是基于本人的一些思考。而且呢我们在西方跟东方的很大的不同，我们认为我们国际法的主体是个人，特别二战以后人权公约成立以后，所以我本人我到处都是这样讲，其实我是一个国际法的主体，我到任何一个地方跟一个国际法的主体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是平等的，所以我见到什么人物即使你是国家总统或者主席，我认为我跟你是平等。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二战之后国际法的主体已经不是
国家或者国王或者主席，而是一个个人。所以我呢，走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我是以一个国王主席、一个国际法主体的身份出现的。所以我的所有的意见只是代表我自己。哎，这个就是人权的真的真谛。哎，所以呢，我认为你们可能要补一补课。我觉得有个昨天有一个，我听了很多香港也参加过很多会议，就是他们好像不大注意香港曾经在1976年签订了两个人权公约。为什么你们不会用这样的一个人权公约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呢？也实际上每一个香港人跟一个国家主席跟特首是平等的，是对等的。哎，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香港人还没有意识到啊。这个是我自己在研究国际法中的一些体会。哎，但我时间关系，我只代表个人啊，我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啊，所以我这些东西呢，可能已经过时了，但可能对未来的这个意见，可能也会对大家有些启发吧。我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啊。谢谢，感谢，感谢。谢谢曾教授，谢谢曾教授。那么，今天在座呢，有一位非常难得的客人，他昨天曾经是我的贵宾，有来上来发言的。我其实不好意思，昨天我不好意思问他说你明天还可不可以来，所以刚刚我坐在柜台的时候，看到他出现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个不只是他早期一直在关注台湾的人权，那也是几十年的，是一个他又是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他就是一个人权的长期的工作者，而且也是台湾前驻瑞士的大使王世荣先生。来，王大哥来给我们讲两句。你跟我不一样啊，我们家人有40年的交情了哈，真的非常难得。他也曾经是联合国的官员，联合国国际劳工署的官员，但是他主动的把那份工作丢掉不要了。为什么？因为打那份工要他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他说我台湾人，我不要申请你们的护照，这份工我不打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来给他一个掌声，他真的是为我们台湾人撑了一口气。谢谢。谢谢李市长，还有我主要是来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特别是国内外，就是台湾以及各界来的老朋友，不是老朋友，新朋友表示敬意。昨天我已经讲了，所以今天不能再讲了。我今天是特别来听听各位今天的委员的会议，所以祝福大家。我觉得呢，当年西班牙有一句话，就是一步面对集权，一步都不能让。那句话我好喜欢。Ni un paso atrás， 我死都不让一步。没有这个样的话，我们不容易让这些坏人。那中国真坏，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太多了，所以绝对不能让。我们要告诉他，人还是有尊严。我们小民嘛，老百姓，我只是这样。所以今天是来跟各位，听听各位，来跟各位，如果不嫌弃，交个老朋友，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谢谢各位。谢谢王大使。当年有传说，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李总统派你到这个瑞士，是跟这个调查这个拉法叶的事情有关是吗？不是吗？啊，你是成日本的时候，对。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公布那个拉法叶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以后再讲，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我们改天你可以揭秘嘛。是拉法叶的，不是那个。对，了不起，了不起！再一个掌声，因为他为台湾去争取，为台湾抢回几百亿，这不简单，真的非常不简单。那么其实，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团体，真的是手无缚鸡之力，既没有一个像，既没有地方，没有办公室，没有人，都是我们凑合在饭桌上。
找出十年来的这些活动，但是呢真的是太荣幸了。昨天跟今天文汇报、大公报什么还有东网，哇，这个对我们这个大事的这个捧场，今天还是全版头条整片，昨天到今天哈、啊、值得他们这样的捧场。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公道自在人心，大家都在看哈、啊、你怎么样的诋毁我们。昨天也很多朋友在场，昨天台湾有五个大活动，我们是最小的一个，但昨天我们也完全坐满满，座无虚席。我觉得大家这个对不是支持我们，其实大家支持的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人权的理念，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但是如果明天大公报、文汇报还要继续的批斗我们的话，我觉得我坦丢啊，我们赚到了，对不对？你到底怕什么？你怕什么？而且过去我在香港的时候，今天在座有两位是我在香港的时候27年前、29年跟30年前的老同事、老朋友，他们两位哈，很难得的。但是当时我也常常上报，但是文汇大公以前从来没有批斗过我，因为我是芝麻绿豆一个小人物。可是，在3年前，自从我到香港去帮这些年轻人助选之后，不得了了。这3年文汇大公一年批我好几次，给我一个美名。那么真正的这个台独这个老运动家赖芳珍住在这边，他可能就会吐我口水了，说我是什么，我跟林宝华是什么，哎，台独大佬啊，什么独派什么领袖，这开什么玩笑啊，这真的是太好笑太荒谬了哈、啊、那我觉得这个啊，我话就讲到这边。